缘生缘起，因缘如果具足，该发生会发生，该承担必须承担，该负责任必须负责任。因缘如潮，潮起潮落，自有它的必然。生命的舞台上，每一步都有因果相承。责任是我们内心的镜子，一旦该负的责任到来，我们应当坦然接受，因为那是生活的呼唤，是内心的成熟。这种接纳和坦诚，才能让我们更深刻地体验生命的厚度，深入领悟因果之道。这句话出自卓顺发太平绅士著作《四季匆匆，春天太短》，让我们一起追随着他的步伐，深入品味人生。